吃饭，先吃南瓜，辣椒，鸭爪子，猪脚干，独立包装美豆腐，这个疤上面没有撕皮，所以说它就有点豁嘴巴，撕了皮就可以吃。这是老坛发酵，比较细腻。这个猪脚干颜色好不好看？还好吃。南瓜，好香。放这，
茄子，你的饭姐妹们，我们农家风肉美豆腐活还有今天平时是两瓶，现在是三瓶，然后再给姐妹们送一包绝根粉，这个是没有任何添加剂防腐剂的，姐妹们说的话一定要放冰箱保鲜室。嗯，我的绝根粉放哪里去了？就是我平时一直吃那个绝根粉。就是这样的，这一包可以半盆的，平时可以半盘品。美豆腐它因为它没有任何添加剂防腐剂，它肯定会偏咸一点点。喜欢农家风味的姐妹们可以试一试啊。